现在我在四川成都这边的农村，我身后这里有一大片农田，有几十个阿姨在种植什么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先看看四川成都这边平原的风景吧，一大片一望无际，平平的，那里就有几十个阿姨在种植什么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现在我来到农田这里了，田里面坐了几十个阿姨，大家看一下，他们好像是在种一种什么草吧。这块田应该有几百亩吧，几十个阿姨一起种。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阿姨，这块田能种多久才种得完。刚刚找了一个大娘问了一下，他说他们是老板请来的临时工，老板承包了这里几百亩地，全部拿来种草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刚那一块田应该有几十亩，然后他们几十个人种，要种几天才能种得完。这个种草也不是那么好种的，就是我看他们一小点一小点撕下来就扔在上面。这个草应该蛮值钱的吧，要不然老板怎么会雇这么多人来帮他种。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见种草的，朋友们，你们老家有没有这样子大面积种草的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